高阶的玩法啊，比如说你这边是44.53%啊，这个呢你必须去锁你的 Pendle，对吧？有小伙伴说我没有 Pendle 怎么办啊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我们看更高阶的玩法，Mega 牌、Maggie 牌、Pendle、Pen 牌，对吧？Pen 牌这个东西呢，之前我们也讲过啊，就是你把你的 Pendle 给他，对吧？他会给你 M Pendle。这个协议获得 Pendle 呢，他就会去投票啊，有点像 Curve War 啊，他就会去 Pendle 里面去投票啊，Pendle 里面去投票啊，我要选哪个池子啊？选了这个池子之后呢，这个池子的 APR 呢就会变高啊，因为里面绝大部分的补贴呢都是以 Pendle 的形式来补贴，对吧？好，那到这里面呢，你看这里面。现在这个 boosted 是满的啊，2.5倍就是拉满啊，拉满就是2.5倍。你看它的 incentives 里面有什么以太啊，有这个 Pendle incentives 对吧？还有什么 swap fees 对吧？等等等等，反正加起来呢，一共有43%啊，在这里面呢可以拿到43%，对，43%，而且它是免费的对吧？那这个协议怎么赚钱呢？它扣一个，你看这边是43.93，对吧？在 Pendle 里面拉满的是44.53，对吧？虽然大家都是拉满了，但是有一定的差距啊。这个差距呢就被这个协议给取走了，对吧？给取走了。所以这个协议呢还是稳赚的啊，都是稳赚的，对吧？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手上没有 Pendle，我们不能 Boost。那你不妨啊，把你这个 LP 放到这儿啊，这就是我操作，对吧？把这个 LP 放到这儿，对吧？我钱不多，对吧？放了一个 LP 进来啊，在里面去操作一下，对吧？可以吃点利息啊。但是你组 LP 啊，我们之前也说了啊，可能会有无偿损失啊，可能会有无偿损失，对吧？可能会有无偿损失，好吧？好，那今天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讲了，对吧？我们来总结一下啊。最后呢，Pendle 呢是会给这些协议呢加持啊。它的玩法呢有三种，对吧？玩法有三种。你全部获得 YT U Token 呢，你可以获得多倍的 I 杠 Layer 的积分，对吧？这个 EtherFi 呢获得9倍啊，更夸张的是这个获得14倍，对吧？14倍啊。Ranzo 对吧？所以我选择了 Ranzo 啊。对，还有一种就是稳稳的获得 PT 啊，稳稳的获得 PT。你比如说在这啊，你直接打100个以太进去，等它到期就可以获得7个以太。哎，有的小伙伴说为什么只有7个以太？因为它到期时间很快啊，4月份就到期了，对吧？那个另外一个要到6月份，所以。虽然它的 APY 是最高的啊，但是你的收益呢会比较低，但是你4月份就可以提取了，对吧？白赚7个以太不香吗？7个以太，3000块一个以太，也有2万美刀，对吧？如果你有100个以太的话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非常不错的，对吧？对。最后呢是 LP 玩法，LP 玩法呢就可能会有无偿损失啊。但是呢，它可以获得这个挖矿，对吧？说白就是挖矿啊，挖 Pendle。然后呢，你要挖 Pendle 的话呢，最佳的处理方式呢是通过这个 Magpie，对吧？Magpie 啊，把你的这个 LP 组完之后呢，放到这儿啊去赚钱。不然的话呢，你是拿不到它的最高收益的啊，拿不到它最高收益。这个怎么看啊？可以去可以直接去这里看。比如说这个，对吧？Pools 直接 Pools 里面，比如说这个，对吧？你如果你不 Boost 的话呢，你也不你不 Boost 的话也有40啊，也不错，其实，对吧？其实也不错啊，也有40，其实也挺好啊，其实也挺好的，对吧？你也没必要放过来，对吧？没必要放过来，你看这个也就43啊。它原生呢，你不去 boost 呢，也有40，对吧？你 boost 完之后呢，可以最高到45左右，对吧？45左右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boost 是44.55，对吧？你不 boost 呢也有40，不 boost 也有40，其实挺好的。好，那这个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儿，好吧？这里是韭菜兄弟啊，今天讲了非常非常多啊，到时候呢我也会把视频给剪辑一下，然后分享给大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你们想要去质押的话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用我的 referral link，对吧？推荐码啊，可以，我们大家呢都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，对吧？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，对吧？referral link，对吧？referral link，啊，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，好吧？行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啊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peace。